家晚安。让我们一起从座位上面起立。让我们在聚会一开始的时候，先去找三个你今天还没有跟他讲过话的人，跟他讲说，很开心能够跟你一起聚会。飞鹰灵粮里面呢，大卫有说到一句话，他说，我呼求的时候，我的仇敌就转身退后，神帮助过我，神帮助我是我所知道的。他说，神帮助我是我所知道的。今天大卫他能够说得出来，神怎么样他在患难的时候来帮助他，他知道当他在仇敌被追赶的，他追赶他的时候，他可以说，神你帮助过我，你让我能够逃过这一切的一个逃杀，你让我能够逃过这一切的一个困难，所以你帮助我是我所知道的。今天我要问你一个问题，是你能不能够说出神曾经帮助过你的这些的经历，你有没有这些经历可以说？如果你还没有，没有关系，我相信今天晚上是一个得着恩典的时刻， Amen 吗？我相信今天晚上是一个你能够说故事的夜晚，是你要能够说过，当今天我有困难的时候，神怎么样子带领我走过这些的困难。所以我要你凭着信心，等一下当我们在赞美敬拜开始的时候，凭着信心来到上帝的面前，领受他要给你的故事，领受他要给你的恩典，让你的人生当中在今天晚上是要写下一个不一样的夜晚， Amen 吗？所以预备好，数到三，我要你把最大的掌声，一切的荣耀都归给他。预备好，一二三，哈利路亚。今天晚上让我们一起来歌颂神美好的作为，一起来拍手。数到三，给神一个热情的欢呼，一二三，哈利路亚。
what you do. You make me come alive. This is what you do. This is what you do. Yeah.
作王直到永远。今天晚上举起我们的双手，让我们欢迎圣灵来到我们当中。圣灵，求你来充满在这个地方。我心能再勇敢去爱，你牵引我
真实的爱，真实的爱，无可取代，融化我心，向你全然敞开。
再唱一次任性，一起举起我们的双手。
稣，你是我们唯一存活的原因，唯一奔跑的目的，何等的荣耀能够每一天献上我们自己给你，何等的荣耀耶稣，你拣选我们能够在这世界上为你来成就大事。上帝，我们要说我们每一天愿意更多献上我们自己，毫无保留，求你更多来提升我们的生命，破除我们的生命，让我们能够真真实实活出耶稣你的样式，能够真真实实的带出上帝你要我们在这世界上所在的目的。上帝来带领着我们，你说谢谢你，何等的荣耀能够全然的献上。我们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祈求，大家说 Amen。 哈利路亚，拍掌，让荣耀掌声归给耶稣。坐下以前跟你左右的人讲说，我要一生服侍耶稣。今天我们想要来欢迎第一次来到我们的会堂的新朋友，如果你是第一次加入到这个大家庭里面，那我想要欢迎你，想要认识你。所以如果你是第一次进来，第一次来到这个地方，我等一下数到三，想要邀请你从座位上面起立，我们有一份礼物想要送给你，我们也想要更多的认识你。所以新朋友你预备好了，一二三，请新朋友从座位上面起立，旁边的弟兄姐妹可以过去认识他们，跟他们握握手，给他让他能够来认识你。欢迎你们来到我们的家中。好，不用坐，让我们一起继续从位置上面站起来，站立起来。接下来呢，我们有两分钟的时间，大家一起从座位上面起立。我们有两分钟的时间，我希望在这两分钟的时候，大家可以能够去跟你的家人说说话，跟那些新朋友说说话，或者是跟你今天都还没有讲到话的人说说话。所以我们两分钟时间开始。弟兄姐妹，让我们请坐。